哎，今日係兩個答一個啊！今日阿石永利又唔得閒嚟啦，即係臨時有啲事啊，咁所以咧今日咧就兩個都照撐場，同大家各位觀眾見面。其實咧有冇即係起碼 Yankee 咧，其實有冇嚟過海港城啊？即係有行街，我知啊，睇個女仔一定有。有冇嚟過海港城係見到呢度咁樣嘅唱歌方式咧？佢意思係即係你有冇睇過表演啊？好耐之前有。好耐之前，即係嗰陣時係未入行之前，即係小弟已經好鬼老嘅，有冇講？你有冇睇過？有啊，都會喺樓上嗰啲裝飾嚟噶嘛，喺露台咁。我唔知嘅，咁啊，我想問，其實呢度咧好 casual 嘅，即係千祈唔好緊張，即係因為咧，其實呢度咧係香港唯一一個地方咧，有一樣嘢叫 open mic， 即係咩咧？即係觀眾自用請英都可以攞支麥上嚟唱嘅，所以得閒路過嘅話咧，即係。不妨你上嚟搶支麥唱啦。咁啊，其實今日即係嚟到呢度啦，近距離接觸啊，你可唔可以同觀眾打個招呼又好啊，傾兩句啊，又係自己介紹自己啦，因為我介紹你，我緊張啊，我逐個嚟啊，我由一零三開始啊。Hello， 我係一零三，係2007年嘅新晉女子組合嘅 Breeze 嘅其中一個成員之一。或者你就可以叫我做一二三啦，因為你哋將一二三讀快啲就變咗一二三噶啦。好開心喺度，可以喺度同大家見面。到你啦，我逐個嚟啦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 Fit 嘅陳樂瑤。咁我今日就好緊張啦，因為你緊張乜嘢咧？因為佢真係第一次，係啦，第一次，真係第一個人嘅一個人唱歌，真係，大家俾啲掌聲鼓勵下佢得唔得？恭喜曬三個啦！今日亦都係我嘅第一次同三個靚女一齊咧，其實都係好大挑戰啊！我亦都唔敢企翻落個台，因為佢哋好高啊。所以我今日決定繼續企喺度。咁啊，頭先咧其實好笑啊，即係講下啲同音樂冇關嘢啊。三個都問下。其實頭先之前咧有另外一位嘉賓啦，阿師姐嚟㗎啦，佢咧就口落嚟話要增肥嘅，你又點睇啊？我哋要減肥，好落嚟啊！減肥喎，我都話啦，今日咧就係一個增肥，一個減肥，點解要減肥咧？佢真係好 fit。哦，佢真係好瘦啦，但佢又日日做 gym 喎。其實你哋有冇即係除咗唱歌啦、練緊歌啦，例如而家都係啦，一個好好嘅 training 啊，同觀眾直接嘅交流啊，直接嘅 training 啊，仲有啲咩其實而家做緊嘅咧？係你排舞，排舞，即係其實會。我哋首先都係快歌。快歌嚟。咁意思咧就打歌，知道係啊。咁但係咁每日跳幾耐咧？四個鐘，即係跳舞同音樂一樣嘅，都係要浸嘅啫。係啊。跳舞同唱歌邊樣難？我等觀眾更加認識你哋啊！即係所以咧，少少嘅真情。其實我覺得彈琴係最難。其實彈每一首好嘅琴係好難，所以我真係係啊！我真係我話俾你頭先，我已經試咗。試咗俾你聽啊！我唱歌 beat 曬就好似咁樣，係啊！即唱歌其實好難嘅。其實嗱，我逐個嚟啊！我記得咧，我之前認識即見過你嘅時候咧，係當時你都踩過紅館嘅台，你仲要打鼓嘅添。即其實你好有音樂底嘅喎，我覺得。唔係啊！即但係唱歌咧，唱歌同打鼓冇關係。係咯，即冇關係。打鼓易定唱歌？打鼓易啲啊！打鼓易啲啊！係啊！即數二數三。係啊，陳學耀，你識鋼琴㗎？你識鋼琴啊？不如今日你彈我唱。唔係做啲生意啊嘛，成日都係我彈，係咪？冇所謂啊，你彈我唱咁先有機密啊。彈開啲 classic 喎，勁高。classic 嗰啲我拉個帶個包拎嚟啦。咦，彈咗幾耐琴先？彈咗啊，我諗六級十歲到啩。十歲。即係十歲開始。已經冇彈啦，結束曬。今日唔可以錄兩首俾大家睇。今日錄唔到啦，下次啊。係。俾多一個機會我再嚟啊。好 ，thank you。你講緊咩啊？有冇玩樂器啊？我係玩吉他咯。今日有冇人有打吉他喺度？即係馬哥啊。即係又係玩得好耐嘅。唔係啊。自學形式。係啊。哦，咁樣即係咁掃下掃下就算曬。咦，我哋可以教 band 喎？誒，係喎。咦，其實齊曬人咯，即係有琴，嗱有琴啦，有鼓啦，有吉他，我咪指音啦，係咪先 ？OK， 又有一諗，係咁樣啦。咁啊，即係其實今日咧，即係希望大家用音樂會友啦。咁啊，即係大家俾你哋嘅大壓力，即係我哋又亦都係，因為佢好忙啊，夾嘅時間真係唔係好多，咁所以咧，如果夾得有啲咩唔好咧，都係一樣啦。希望大家可以以掌聲去鼓勵啦。今日邊一個行先咧？一
係未唱完㗎嘛，咪係？唔係，我一陣再轉。收尾啦，收尾啦，最尾嘅時候啦，即係幫你哋包圍住啊嘛，包頭包尾啊嘛，猜情尋啦，大家想邊個唱先？就咁話啦 ，Teresa 可以唱先啊嘛。好，我哋俾啲掌聲。好，我哋俾啲掌聲 ，Teresa 咁咪。